嗨，我是 Annie， 现在来到了薄荷岛另外一个很夯的景点——眼镜猴保护园区。因为眼镜猴呢都在白天睡觉，所以我们在这边活动的时候呢要保持安静。这里的眼镜猴呢，每一只都有一个保育员在照顾，然后它也没有围起来，所以可以蛮近的就看到眼镜猴。眼镜猴是世界上最小的猴子，整只眼镜猴的身长才12公分，我把镜头拉很近也没办法看得很清楚。眼镜猴白天几乎都在睡觉，所以我们看到的眼镜猴眼睛都半开着而已。只有在这里的保育员才可以帮我们很近距离的拍眼镜猴。保育员帮我们拍的照片真是太可爱了。这边是拍人的啦，人家猴子。哦，人家猴子啊。Please smile. One more. One, two, three. Okay, here we go. 这是保育员帮我们近距离的拍眼镜猴的画面，他的神情实在是太可爱太疗愈了。这个园区还蛮小的，不过他的纪念品店倒是蛮大的。看完眼镜猴，可以来这边选看看有没有喜欢的纪念品哦。巧克力山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景点，这里可以从阶梯由下往上走到山顶上看风景。天气实在是太热，我就不爬上去了。导游有说这个巧克力山现在不像巧克力，现在看起来虽然是绿绿的，但是等到3月过后，它这里就会没有风，树就都会枯掉，整个山就会变成咖啡色，就像巧克力一样。我们现在要来这边搭船吃午餐。河上吃午餐也是游客必体验的行程之一。River Cruise Buffet 平常一个人是850菲律宾币，拿了船票之后就可以来去搭船咯。他们还有在这里奏乐，他还有奏乐欢迎我们呢。我们是一号，那船上有桌子这样子，现在就要登船。这个是自助餐的模式。他们这里不会煮菜，所以东西就很普通。这是物件袂歹啦，煮来到铁路还蛮好吃。对啊，这凉拌。我们就可以包饭吃呀。你无话，你真大。连眉豆，连眉红，碗胖的就通吃。人拢安排，我欲去做一去做一做事。系啊，对，拢免想。This is the land of golden sun. This is the home of noble men. Wanna see my share of you? Big hits up in the jar in the gale.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现在编织的这个。
婆某只某一只狗吗？清他的沙场。哦，我想说，这个医生在切果然很专业。这个还要用水涮一下，就很恶心。他们都没有抽沙场。这里打完脑子啊，这样我嘛打打你嘛，打给我，打来嘛给我。对呀、啊。对对对，我们来这里是 吃食物，不是吃好吃的，我们是吃气氛的。对对对对。这条河上有很多船开过来开过去，应该都是载着满满的游客吧。看完表演之后，我们就开船往回程咯。要介绍这个帮我们拍美美金沙的女主角 Maggie 这次玩的高兴，非常高兴，很好很好。下一次、明天还有浮潜，又继续要拜托你。对，要去拍。对对对，越拍越好。对对对，它越来越近。对对 对，所以你们看到那个潜水的那个啊，都是他录的，达人达人。没有没有，潜水达人，初学者，潜水达人。我们搭的这个船叫做漂流竹筏屋，它行驶在薄荷岛上唯一的原始丛林区。船行驶在原始茂密的丛林里，真的超美的，你应该也要来体验看看。我们要先等他吧，我们要 先等他带我们吧。这里的太阳真的很晒很晒，我们现在要进来去码头，然后等一下要再来搭船回去宿雾。今天晚上呢，我们会住在宿雾。他们现在在托运我们的行李，现在查票之后就要进去里面了。Good afternoon, thank you. 他们这里的零食好特别哦，我其实很多都看不太懂，就随便看看。这个它是山薯口味，它吃起来有点像牛奶糖加上那个番薯的味道。现在要上船了，其实来到这里在等候室等船，然后上船再搭船的时间也会耗掉一整个下午。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宿雾。今天晚上是吃中国菜，等一下吃完晚餐我们就要来去饭店 check in 咯。下一集再来开箱我们今天晚上住的饭店。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跟着我一起爱生活。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拜拜。